最关键的部位就是这边啊，这边这两个很顺利，这两个螺丝一定要绑，没有绑好，然后就跑偏。 说这里一定要对上，然后这个铁皮呢，要往上面稍微来一点点，平行的这个铁皮稍微来一点点，然后这边锁死的就可以了，还原就可以了。